婆家宝藏美食，本身就自带你刚才讲的那个菇的味道，再加上那个很像酵素这样子的果肉，还多一种酸味，反而更开胃，重口味的，它其实跟这一个面包我合起来是蛮搭配的，因为印象中干的辣子茶，它有放干辣椒的关系，对，所以偏辣，可是这个不会哦，我刚刚吃了过后，它真的是有带一点辣，不辣，不辣，真的不辣。